沉的空气中带着暗香，石桥上坐着那高春姑娘。清晨，当城市开始喧嚣忙碌起来的时候，距离南京100多公里的高淳刚刚苏醒。只有800多米的高淳老街，却浓缩了自宋以来历代建筑的精华，被誉为金陵第一古街。10多条巷弄沿老街横向排列，形成了鱼骨状的街区格局。青瓦白墙间少了一些都市的尘嚣，寻常巷陌处多了几许水乡人家的温婉。结庐在人境，二无车马喧，用这句古诗来形容高淳老街实在合适不过了。街巷不宽，却遍布着300多座明清老宅，木质的门板，老式的招牌，让人好像一下子就回到了旧日的时光，也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不自觉地放缓了脚步，跟着老街人一起走进一段慢生活当中。高淳东临苏州、无锡，西接安徽，自古就被誉为日出斗金、日落斗银的鱼米之乡。相传春秋时期，伍子胥被楚王追杀，得到故城湖边浣纱女舍身相救，逃往吴国。受到吴王重用后，伍子胥开凿胥河北上复仇。伍子胥没有想到的是，在他死后，这条当年运兵的复仇之路变成了沟通皖南和苏南的重要水路，中断故城湖一带也由此开启了千年的繁华。北宋徽宗时期，张抗将军在此修为驻地，时值冬季，大雪封湖，工程受阻。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，一只白色的梅花鹿从雪地里跑过，留下一串脚印。张将军灵机一动，命士兵沿着白鹿的脚印打桩，很快就修成了围堤。宋徽宗听到这个故事后十分高兴，命名此地为永丰围。这个永丰围呢，它是不规则的一个围，到处都是弯，人们把凡是有弯的地方都叫白鹿弯，就是这个地方全是弯的。永丰就是永远丰饶的大地梦想。围堤建成后，故城湖周边开垦出千顷良田，吸引不少移民到此安居。人们用青石铺成街道，建造房屋。这条青石街被称为一字街。久而久之，以一字街为中心，形成了一个重要集镇。来自皖南山区的药材、茶叶、山货和来自江浙平原的粮食、布匹在老街集散，南来北往，客商云集。最繁盛时，老街上的铁户、油房、饭店、茶馆等商户多达170多家。